各位朋友大家好，收看的是健康一任务，我是主持人林秀芳。各位乡亲，各位喜多，各位同学，我是您的好朋友阿芳啊啦齁。那么今天的节目是健康一任务，健康大任务。首先我要介绍我的助理主持人齁。这个朱启林真不简单，我这个会啊齁，一旦乖到一个安尼像你笑脸像你健康活力十足，上盖烟斗的小鲜肉啦哈，阿良。大家好，我阿良啊。那么先来介绍两位医师哈，第一位是前三总松山分院的院长卢子泉卢医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卢子泉卢医师，大家好。总新陈代谢主治医师、三种内分泌科主任、预防医学免疫院长，哈、哦，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张嘉玲张院长张医师。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内科内分泌新陈代谢科。预防医学专科张嘉玲张医师，大家好。现在我们还有另一段齐老师的手机问诊，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来看齐老师的影片。想在这里请教您几个问题啊、哦。首先要请教的就是说，像我们这种A 症的患者。目前除了传统一般治疗法之外，还有没有就是以您医生的立场来告诉一下我们这些癌症病患以及癌友们，有没有更先进的一些治疗方式，或者是更积极的手段？谢谢你。节目回到现场，我想要请教一下张医师，我们知道说从前的癌症只有那种传统的治疗方式，比方说什么电疗啊、化疗啊这一类的，但是我听说现在有更好更新的治疗方法，而且效果比较好，但是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对，是这样子，我们知道癌症的病人，我们手上过去接触到许多的这种病患，当你听到你自己得到癌症的时候，等于是让宣告自己的生命有一个预期的终点，所以可怕的并不是在癌症本身它那么样的发展那么快速让自己手足无措，重要的是你的心理上有一种非常恐惧的感觉。那么过去我们知道癌症除了手术、化疗、放射、标靶治疗之外，已经是到了医学上的最极限。那么现在张医师今天就在这里跟各位介绍一下癌症有什么新的疗法。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指标，抗癌曙光癌症治疗免疫疗法。那么我们知道目前比较发展新的包括免疫药物、免疫细胞及免疫生态这三大类，这是标榜目前最新的癌症治疗方法。所以免疫药物一般都是在大医院使用，包括检查点抑制剂，这个是非常有名的，比如说我们的 T 细胞就是我们免疫细胞跟癌细胞中间有个连结，这个连结本来是一个癌细胞自己为了产生过度免疫而产生的刹车系统。那么癌细胞它可怕就是说它会认识这个刹车系统，把伸出一只手把你的我们的免疫细胞把它刹车掉，让你身上的免疫细胞没有办法发挥功效。所以现在的检查的抑制剂就是把不管是癌细胞里面的这个手跟我们免疫细胞里面手中间都把它阻断掉，让这两个的没有办法去连接，让重新 T 细胞我们免疫细胞发挥去围堵癌症的功效。这个药物比如说易服、屈舒达、保基妥，这些可以治疗20种以上的癌症。那么这些免疫药物一般都是在医院使用的最多啊，医院的医师他会给你建议我们现在有新的癌症药物治疗，这是第一项。
那么第二项呢，我们要讲到免疫细胞哦，这个是不是非常好的消息？因为免疫细胞在我们卫福部107年的9月8号特管办法啊，这特管办法的那个非常长哈，它所公告的附表3里面有六大项，包括我们的免疫细胞、周边血的 CD34干细胞，还有我们自己的骨髓干细胞啊，还有这个所有的。免疫细胞系统里面的包括 NK、自然杀手细胞。针对癌症，卫福部公告了特管办法，免疫细胞治疗癌症。那么这些细胞的施作，谁可以做，谁不能做，做多久？张医师对这个细节问题有很深入的兴趣。还有一项就是瑞士三合一细胞培养免疫生态，简称胸腺生态。这种疗法在国际的期刊上已经有60篇的正式效果的医学期刊论文，包括16篇癌症的，以及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心肌梗塞、B 型肝炎、C 型肝炎的慢性肝炎、洗肾病人，还有精子、卵子的回春、慢性疾病的调养，合并口服的胸腺生态及脾生态。作为平时口服的保养，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完整、有效而且合法的疗法。按摩、热疗、中药调理，让你腰不酸、背不痛，请打02-2557-6862。TC 所谓的树突细胞，还有 CIK， 我们细胞激素培养的杀手细胞，还有这个 T 还有 CAR T。这些所有的免疫细胞都是现在已经公告合法可以使用的，在人体身上的叫做常规医疗。那么什么叫常规医疗？就是说只要医生受过训练，只要你所使用的细胞是自体的，而且是经过一个合格卫福部认证的登记公司的实验室所出产出来的，这实验室要经过 GTP 跟 CPU 的认证才能够贩卖这些免疫细胞。所以这些细胞在现在的医院经过卫福部的申请之后，符合条件的，他们也可以使用这个免疫细胞来做治疗，这是癌症的病人第二个大的福音。第三个大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摆在叫做免疫生态，它是一种一体的细胞培养免疫生态，它是由瑞士进口的。这个瑞士的药厂在全世界已经有70年历史，包括免疫的 T 细胞的生态、免疫的再生生态及免疫的血清生态，这三种生态在国外使用已经有超过这么多年，他所研究的论文有大概60几篇论文，其中癌症就发表了好几十篇的论文，它的就是做成针剂这样子的，它是一种药物。同时它有个最好的、最让大家放心的就是说，它可以是要经过卫福部的专案申请才能够使用到人体，这个在我们国内已经有超过15年的使用历史。其实很多癌症的病人都是靠这三种新的疗法来做一个辅助疗法，也是我们癌症病人未来在治疗方面一个新的希望。那么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讲，为什么这个免疫生态有这么神奇、这么重要的一个标靶的效果。第一个，你使用特病人要使用这个免疫生态，一定要经过卫福部的申请，他首先要填3张卫福部专用制式的申请书，第一张、3张这样申请书，然后还要填一个叫做诊断证明、处方签、同意书、委托书，最后我们送到卫福部，经过7天的工作时间，卫福部会给你盖章，叫做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药品组准予进口，可以合法使用的苏黎瑞士，这个就写着生产国别是瑞士，起运口岸是苏黎世，卖方国家瑞士，从瑞士进来的免疫生态三合一闪免疫生态疗法。所以这就是卫福部制式的一个核准函，所以我们这个非常的，每个病人都要申请一份核准函。那么第一个就是它是合法和申请可以治疗进来，卫福部申请进来。第二个，它的论文数高达好几十篇，我们大概简单的来讲，
胸腺生态对于放射性疗法 T 细胞的浓度研究，胸腺对于脑部的胶原母细胞的治疗效果，都是国外期刊的论文。这个是对于肺癌的一种抑制生长，这个是对于肺癌的凋亡生长，都是它的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论文效果。在转移性的血管新生的角色，还有胸腺生态对于免疫调控及后期可延长黑色素瘤跟乳癌的生命周期研究报告，还有对于增强我们的肺癌细胞肿瘤巨噬的转换，还有对于激素对于这个化疗的一个效果，非常多肺小细胞癌、胸腺对于 T 细胞的检查、肠癌，还有一些这个叫做肝癌、胰脏癌、许多的癌症、子宫颈癌，对于末期的大肠癌化疗的效果，所以这些就是对于我们许多的它的一种改善的效果。所以这个药物在国外已经发表过这么多篇的论文对于癌症，所以我想今天在这里这三种的新疗法各位可以在心里参考一下。那我们因为它是一个卫福合法的标准的治疗，它的药物就是像这样子，它叫做免疫生态，它叫做再生生态，它这个叫做血清生态。所以我们用这三种的配方，在医生的处方调配之下，让我们的癌症病人，第一个延长你的生命周期，第二个增加你的体力，第三个对于你的精神生活品质的改善促进，最后一个我们会对家属有许多的安慰，给让癌症病人能够跟你的家属多生活很愉快的，在一种非常精神好的情况之下延长你的生命。以上就是我介绍这个关于我们这种药的一种治疗方式。但是我要请教一下哈，我自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三种药物是混合使用还是单独使用？针对你有这个需要，你有这个需要，你有这个需要使用，还是说这三种东西就是混合使用的？一般来讲，我们是三个都一起加在里面混合使用，对，混合使用。但是里面的剂量、里面的浓度，我们会根据每个癌症病人来做一个处方上，根据他抽完血出来，或是说你是癌症第几期。非常感谢张医师在我罹癌期间帮我打了卫福部许可的瑞士免疫生态，还有吃的德国胸腺肽以及脾生肽。医生都告诉我，我的癌细胞都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所以让我的人生有了非常大的一个转变。非常感谢张医师。穿护膝、按摩、热疗、中药调理，让你健步如飞，请打02-2557-6882。美发柜姐业务运动员，长时间久站解决常年累积的小腿疲劳。大家好，我是骨科卢子全医师，关心你的关节，顾你的健康，完美模拟真人手感，保护你的第二个心脏小腿，让肌肉舒压，解决全身多种病痛，腿部线条更紧实均匀。请打02-2557-6862。看你的严重量程度啦，或者是说你需要多少量啊，来处理这样子。一般来讲是这样没有错，但一般来讲我们是整个混合在一起做的。哦，一定是混合。那有没有分别使用的呢？不会。哦，这样子。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如果使用这种新型的这个癌症治疗方式的话，那是不是就免去什么电疗啊、化疗啊这些什么这痛苦的过程？我这里要跟各位说明一下，其实传统的治疗，大家还是要继续癌症治疗嘛，对不对？比如说你已经可以开过刀的，但如果癌症是可以开刀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对你是个好消息，因为你是在初期没有转移的。那放射治疗、化疗、标靶治疗啊，这些都要持续进行。这些的药物跟新的疗法在卫福部的建议只是一个
辅助性的疗法。哦，这是辅助性的疗法。对，但是它是一个让你比较没有痛苦，也不要经过化疗那个痛苦，因为我们这个在化疗非常痛苦。对。但是化疗前、化疗后，如果你来接受这个治疗的话，你觉得我们的病人接触的病人当中，他就觉得好像没有化疗的感觉。会生活品质会提高很多。哦，虽然我有化疗，可是我并没有化疗过程那些痛苦的事情。对，不会产生身体不舒服、心理不舒服那些病痛，对不对？不会恶心、呕吐或是掉头发，这些会比较少，会比较减轻你的痛苦。所以这个我们当成一个辅助疗法。当然，辅助归辅助，可是它这么多论文里面，它对我们的免疫系统的提升、癌症细胞的围堵。以及癌细胞的减少，甚至于许多的复原康复，在我们手上接触过的这么多病人里面，大概反应都还算不错。以我们过去的经验来讲。好，谢谢今天张医师这样跟我们解释的这么清楚，大家听到了吗？希望大家及早认识预防医学，早日做好养生保健。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所有重要的日常健康生活保健常识哦。